谈就医之事，灸养生之物，解机密之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。鸡蛋炒牛肉，首先啊，鸡蛋富含膳食纤维，具有改善便秘与排毒的功效。鸡蛋中富含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啊，维生素 C 呢能帮助体内生成胶原，有效的抑制啊黑色素的形成，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啊，能够延缓衰老，美容养颜啊，淡化色斑和皱纹，使皮肤呢更加饱满光滑。肝脏啊是我们人体里面最重要的解毒器官，如果它出现了病变呢，或者功能的减退啊，人体内就会淤积大量的毒素，这个容易理解啊，会让很多的疾病啊高发。而鸡蛋呢对人类的肝脏有明显的保护作用，它呢不但能够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还能增强啊肝脏解毒的功能，它含有的磷脂啊还能促进肝细胞的再生。经常食用鸡蛋啊可以提升肝功能，也能预防啊肝脏发生病变。鸡蛋炒牛肉啊有补气血的作用，对于身体虚弱气血不足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，还可以增强体质啊，有补中益气、滋养脾胃、强健筋骨、化痰息风、止咳止涎的功效。常吃鸡蛋炒牛肉啊，头不晕、眼不花、血管越来越干净，绝对啊不可错过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建议您啊分享。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，请点击订阅按钮，同时呢，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。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。科学养生，关注老安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